我是莎莉的朋友，来拜托你帮忙的。莎莉小姐，遇到麻烦了吗？只是修理一台坏掉的解构机，你这里有备用电源吗？我们想借用一下。没问题，备用电源你拿去吧，这代表着我和你们人类之间的友谊和信任。我刚采集完信号的最新地形数据，也同步给你一份吧，我的新朋友。数据同步中。是他的花钱赶走入侵者。